歌就是那种轻快的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哎，如果再加上 bridge， 我觉得不好记了。就是我们有一个，对，我们有一个 one verse， 一个 pre chorus， 一个 chorus 就够了，我觉得。一个你速度，你速度，看你速度。你这个打成拼音要绕脖子两圈了。那我写的是你的故事，你不得绕一下吗？但这整个故事线是顺的吧？顺的，顺的。然后那个啦啦啦，我们刚刚讨论一下是哒啦哒。还是哒啦哒，哒啦哒，哒啦哒，好，好。可以啦啦啦。啦啦的话，很容易把所有的都发糊掉。但是我觉得不能唱成哒啦哒哒啦哒，就是还是得模糊一点。但我其实觉得还到时候咱们编完全还是得剪，还是做剪法。好。那还是得码。我觉得还是码，还是得剪码。所以你知道那姑娘名字吗？孤单名字，那姑娘的名字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都不知道，对吧？就是不就这么回事吗？就是跟他其实是哒啦哒哒啦哒，我的名字是哒啦哒，就是是跟哒啦哒是连起来的。OK， 我的名字是哒啦哒哒啦哒，哎，哒啦哒哒啦哒，哎。好想用所有的语言让你对我多些了解，多爱你的我多多了解呢，我多了解更你对我更了解吧，说不出口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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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是路过的陌生人，是我的名字是路过的陌生人，是想告诉你一次属于我的哒哒，我的名字其实也可以、路过陌生人有点那个啥，那我就改一下，让我想一想，路过的陌生人是有点跟这个调性不搭，对，我想想，我知道了，想亲口说一次想亲口说一次哒哒我的名字，想亲口说一次让你知道我名字，哎，成了成了。